今天吃霍霍粥，这个黄的是土豆，然后里面放了盐，还有葱，但是很香，就是吃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股类似于山药的味道。好吃，拿了肉酱榨菜，再来一个咸鸭蛋。把这个咸鸭蛋捣碎，拌在一起。这鸭子霍霍粥可真让我给霍霍的。哇，大馒头！这一口又有肉酱、榨菜、咸鸭蛋，还有土豆，还有股米香味，特别的丰富又好吃。我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试试，别看它卖相不怎么样，但是味道真的绝。太香了！我宣布，这个粥在我心目中已经超过了皮蛋瘦肉粥的地位。